对，我们终于吃到了，这有够难接受的。这好多了，对啊。那猫小朋友爱不爱？因为它是有蒜的。哦，对啊。要不然如果不爱的话，就是都我吃。那它没有不爱的、啊。那我加辣椒吧。醋，然后辣椒。那个就是蜘蛛，嗯，家里那只，对不对？还有他的蜘蛛鞋，哇，这么大！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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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刚明明没有人，现在马上过，快走！我每次我去停车，走过来的话，前面就门口就有一个车位。我好像想说来这边叫卤肉饭，对啊，没有。你不要用手。干嘛？在哪？像蒜味啊，有一点那种味道的，可以多吃点蒜，强健体魄，有没有？哦，这辣椒不错。不知道大家来宜兰都吃哪一家卤肉？就有一些它是肉羹，但它就是没有蒜味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是很辣的。你要搅一搅，里面那个辣椒才起来。哇，那还吃太浮夸，慢慢吃完去，很饿哦。小哥，你弄这汤匙啊？那汤匙对你来讲太小。他有哪这样吃，我是不是应该要吃你的饭呢？感觉不够哎，这碗就不够。只有没人吃我的肉羹饭，大家都吃饭。来点，来点饭啊！小张，小张来，来吧。
八肉，八肉。肉桂饭肉饭会一坨一坨的，对啊，像这样子一块接一块这样。饭我觉得比较咸，比较硬。我刚刚点的龟啊。刚对啊，怎么没有点龟啊？我最爱龟啊。来不及啊。这个真的很会吃。肉羹知道可以面，饭我觉得。可以不要面。你把肉吃一吃啊，吃肉面就好。因为我觉得饭会很吸引人，跟饭很大。结果没有，他都一坨一坨。因为他的饭比较。要买，看他们要喝什么。今天我想喝五花牛，那个绿豆沙牛。真的，冲啊！去喝五花牛，绿豆沙牛。吃完才有，好吧，试试。哎呦，还有丫丫不见了。跟老板送的丫丫，他们玩的超爱。阿U昨天半夜跟我哥他们想洗澡玩丫丫。半夜。又得泡澡。哦，他的那个蒜味真的。不错啊，它那个蒜味真的是蛮重的，它不能清走了，蒜味太重了。这个味道真的是看个人，我是觉得它的这个味道啊，是比较特别一点。加一点蒜，然后味道很重。大家有空可以来这边吃吃看，好不好？我们每次来一次都来。拜拜。